谁啊？谁让你吃了？我辛辛苦苦摘过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你的，但是我说出来，你可能不信，不是我吃的，它自己飞进去的，真的。小偷吧？什么小偷啊？你这果子在地上，谁捡的就是谁的，这我……你犯死罪了，你知道吗？ 一会儿别人过来看到你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破果子，你那么凶干嘛呀？赔你？赔？你拿什么赔啊？嗯？你耍我？金子。 星辰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剩我呢？哦，你说那个果子啊，我刚刚不小心吃了，不过你别着急，我能赔给你们，真的。两，三，都给你。你胆敢盗窃圣果，受死吧！哎哎哎，我。父亲，星辰，圣果呢？圣果被一个外人给偷吃了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个人一定是从悬崖上掉下来的。如果是从八卦阵进来的，我肯定能感觉得到。无论如何，误入神魔族的人必须死，更何况还是吃了圣果的贼人，绝不许他活着离开。
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医书？ 站住！你在跑啊！跑就跑！嘿！追！追！找到了吗？ 傻。